也相信啊，一个城市的一个进步，在酒店的部方面将会带来我们城市未来的一个发展啊，所以要请所有的市民朋友多多包涵啊，多多体谅啊，为我们高雄美好的未来。所以再一次的啊，利用这个记者会来向所有的市民朋友来做报告，也要表达最深层的谢意。谢谢大家，谢谢。谢谢市长。那我们接下来是开放媒体询问，我们先请港都署局。